请同我哋一起延续六四嘅爱国精神，因为六四所追求嘅自由民主仲未喺我哋国土里面实现，我哋仲要继续奋斗落去，为嘅唔系我哋自己，系我哋嘅下一代。我哋喺度有以下嘅诉求，话俾没收民主女神嘅警察听，话俾曾荫权听，话俾国内嘅同胞听，释放民运人士。是谁思考向警世中冲天开明向前路巨龙挥出自我，要中国人人变欢乐，笑声笑面长伴黄河，李耀基先生宣读今日嘅大会宣言。大会宣言，李耀基先生。